最當香港。哇！大嘅武功燈嘅係綠燈，但係都好高速，跟住鏟曬沙石上我嘅車度，我真係爭兩 mm 嘅啫。如果我樓有兩 mm， 我都死埋我啦。前面左右都有車嘅。我前面咪就係俾佢撞嗰個寶馬咯。喺呢一宗交通意外入邊咧，除咗呢、這個巴士司機啦，傷勢稍為重少少以外咧，所有嘅受傷嘅小朋友咧都係輕傷嘅嚇，因為咧佢哋全部咧都有經初步調查，我哋知道咧都有扣上安全帶嘅嚇，相信咧就大巴司機咧就喺大涌橋路向馬鞍山方向行駛嘅時候咧，就冇依照路面嘅交通標誌，嗱前面咧嗰、那個路咧就最右先咧係只准右轉嘅嚇，咁我哋咧根據依家掌握嘅情況咧，知道咧就應該咧就巴士司機咧就冇依照右轉標記，而係直駛嘅，而引致今次嘅交通意外嚇。經調查之後咧，將會咧拘捕咧巴士司機咧就危險駕駛嘅。